一开始的时候高中毕业嘛，然后那时候不知道要读哪一所大学呢，然后很犹豫，我爸就说要不如你就学汉语吧，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，然后以后就带他们到中国去找爷爷的家乡。其实就是打球认识的，就是我去打排球啊，看到这女生哇，好好看，打球好好棒，然后就看上了。第一次体验了，我觉得体验挺新奇的，起码我知道还有广州还有温莎一条街。怎么形容呢？又挺自然的，但是又感觉好像多了一件事情要做，因为我们到时候7月3号要订婚嘛，然后这些东西、这些衣服我们要先买了，然后先寄过去那边。你看看镜子，试一下呗。也是这个，跟揭阳亲戚那里报喜，就是说我已经结婚，然后说。姐姐就说她儿子也要结婚，然后邀请我要参加她儿子的婚礼。那时候是2016年，即将毕业。我的朋友他就说他想要找在中国的亲戚，然后我说，哦，好啊，我跟着你一起去吧。我也找我的家里嘛，然后姑姑给我提供了一个号码，打了过后，哦，有人接通，然后我就说我在这里，然后我是谁谁谁，然后他们立马开车接我。他一下车嘛，然后我就看他，哦，很像我爸。他就问我，你不怕我们是坏人吗？我说不怕不怕，因为你长得跟我爸很像。Hello， 不是三个人吗？三个人来了这么久，粤语还是？粤语比较简单。看那个外来媳妇本地郎，他那个就是一个电视剧的那种，短剧，然后你就跟他学。去年是叫定亲是吧？对，然后接下来的是完聘嘛，完聘以后就接亲、迎亲、娶亲这些。在揭阳。你一坐下来就喝茶，但是在印尼的话，去别人家做客，你喝的是什么？喝的是汽水呀，一般是有的喝咖啡的。老板老爷食自助，食得成点样？食得闷热，加热，做那个加热，食整整身只吼，哎呀，弄只伊将那隔空楼都从这方面看开个，隔空楼无放养细食，伊唔细食，有食得多，贪得多，哎，就伊开去山药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爷，好嘛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他上外面。那个姑娘来，小拿刀来，小拿刀来。去到哪个地方，就跟你们那个最大的，那个人物啊一声招呼，我来到贵地，行个方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潮汕地区拜老爷就是一种文化。每往到处每来个，我印尼来就买茶水啊，我印度尼西亚来就买茶水。一个来看国家做不得到的个。先给老祖要做，给来也看过，莫点客乱回做。人来到这卖就做卖个事，唔比许卖人，那要直多汤直多有命，直正吃了。欢迎欢迎，姐姐，欢迎欢迎，来。跟长辈有一点距离，虽然是很亲切了，但是有时候他们讲话我听不懂。就是表示我们潮汕女人，多子多福，就是像母鸡一样，一个是为一窝儿子。
太复杂了，要想着送给谁，就是那些亲戚要一个一个算好送那些东西，然后还要自己写请帖。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不打印出来，因为打印会比较省事嘛。我是私信给新娘子，开这个盒，开这个盒就是意思就是你以后变成家里的女主人，变聪明了，都相夫教子。八角橄榄，这个八角形的是，像那个《易经》那个八卦，就是这上面就是这个麒麟送子，早生贵子，这里面就是十二绑贴。我们用十二绑贴，请你过来当女主人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梁柱。嗯。那个哎。你妈妈的啦，你个老婆嘛，你看这，你看这个，啊，我办了事情，出来干啥？泡在葱姜老板嫩，抹点沙拉花，哎，花了吧？你再吃一颗，啊，这个甜甜的汤喝一口，甜甜的。我叫魏芬，魏芬啊，他外公是我爸爸的堂哥，哦，他有说过，这个是被子，被子，嗯，然后这边好像是粗被子，那边粗被搭，哦，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，这是做咩个只？这是巧。嗯，是是，农家买下哎呀，两三两三就去顶。大厨好，大厨好，啊，天津，这就天津人啊，生六十寡步啊。生。那今天所要用到的那个日常品，还有他陪嫁的东西，都送过来了。潮汕市这边。一般就是公公婆婆就是带这个孙子，那个年轻人就可以，在外面打拼工作。那爷爷奶奶就传承中华文化，方言还有礼仪，要懂礼貌，还有守规矩，还有担当责任，这些都是我们做爷爷奶奶的要教的小一辈了，一代要传承下去。好，我唱大家歌，唱大家歌，我唱大家歌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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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虽然我们是同一个祖先，但是在印尼参加的跟这边完全不一样。身边很多朋友的婚礼越来越西方化，但我们传统的婚礼仪式其实有着许多美好的寓意。Thank you.
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潮汕的婚礼的环节繁琐，有些费时费力，但参加完婚礼后，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。这里的婚礼习俗虽然步骤繁多，但有其意义。从接亲到晚聘，从接新娘到婚宴现场，每个阶段啊，每个环节，每个细节都有其寓意和深意。自己的婚礼，还没参加这次婚礼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的期待，通过参加这个婚礼更有期待。哎，你好啊，阿大哥，你好。See you.